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欢迎收看《极限生存》第八集。今天要开始养多多鸟了，先填一块平地出来，我们就做最简单的收蛋机，只是简单，不用繁殖。把后面拦一下，前面就放漏斗和箱子，来看一下恐龙表演。我哥自从用了这个皮肤之后，就显得他好可爱呀。版本更新之后，这收蛋机应该很能用吧？这漏斗得倒着放，把鸟蛋吸上去。我去拿鸡窝。哎，这就是建筑材料就收的好处，想用的时候直接拿就好了。哥，你放多多鸟。哎呦，丑死了都！等等等等，哎，你让我放下玻璃吗？你不觉得这个好看多了吗？哎，穿得再可爱，内心也是个糙爷们儿。这鸟它怎么不动啊？这鸟好啊，老师啊。对呀，憨憨的都不忍心欺负。好了，就等着它们下蛋了。接下来就是玉米了，把地扩大点儿，然后再驯服野人当农夫。但变态枪的图纸还没有找到，要不先试试这里晚上能不能刷怪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我这地都这么大了，两个晚上一个怪都没刷出来。没办法了，我们只好又去蒙眼星找图纸。这一次我运气就很好了，没多久就挖了十多个乌金。新辉石缩小技术我出了。你找到了？嗯呐。你找到了？嗯呐。不是，你在怀疑啥？无论你信不信，我们现在都做不了。四颗紫银石啊，没有仙童钻头拿什么挖呀？挖点仙童石呢再回去吧。哦，你看看，我就说石难运转了吧，四个在一块儿，而且旁边还没有怪兽着。一回到家就被哥哥叫到了草原站，他在地上一通乱挖。啊，你该不会是想让史蒂芬直接给你爆紫银石吧？小伙子，你这想法有点危险呢。以前倒是爆出过钻石，不过版本更新之后谁知道呢？要不我也试试。没有出蒙眼睛的东西落了。对，全是烈焰型的东西啊。哎呦你妈，哎呀妈，我跟这口不熟，闪了闪了。那个挖掘幸运是啥？缺银羽毛。我去搞缺银羽毛了。好的，家里只有一个核桃，算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把地翻一翻，再做两把远程武器，现在只能做弩了。好家伙，弩都做不出来，竟然缺果木。我家已经穷成这样了吗？离咱家最近的只有果木林，这树太难砍了，一棵果树也就三四个原木，其他全是树枝。改天一定要在松林或者红杉树林放个传送舱，还是砍白杨树吧。没多久我的斧子就断了，我只好重新做了一个，但是我的工匠台不见了，掉哪儿去了？为了升级，我哥哥费了不少的劲。你把完整的工匠台丢了？嗯呐，怎么办？我能怪我的妹妹吗？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就很意外。你等会儿给我拿十根长生妙竹。你等会儿给我拿十根长生妙竹。你可真是个好人，我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哎，我果然还是想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